现在看好这个哈，往后跑，好，好，这个爬抬起来，这个、爬抬起来了，这一块就要压住了，模具这个压住了，如果压不住，你就把这两个螺丝松开，这个往下压一点。啊、哦，是的，知道了。那、压住了，然后再接下来在第三步，好，这个压住，这个要抬起来了。对。那、抬起来往后跑，然后就这个跟第一步检查一样的，看它有没有压住。对。压不住，往上调点，然后调的很多的，它还压不住，就肯定是胶笔有问题了。对。要换一下，一般这个就很少，因为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。对对对。那么接下来第三步，好，这块压住，这个抬起来。嗯。好。如果这三步保证压住了，就肯定没问题。标应该是稳定的。啊，肯定稳定的了。啊。